播报9月9日讯，据米兰体育报报道，国米、尤文和米兰有意引进佛罗伦萨边锋小基耶萨，而红黑军团领先其争夺战。由于20岁的小基耶萨在紫百合出色的发挥，他受到了多家大俱乐部的关注。此前媒体报道，因为尤文和佛罗伦萨管理层比较好，斑马军团在球员的争夺中处于领先位置。现据媒体报道，现在米兰已经超过了国米和尤文，在意大利边锋的争夺战处于领先。同时该媒体指出，米兰正在权衡他的表现，准备为其报价。尽管如此，小基耶萨在19-20赛季仍可能继续留在紫百合，因为他的父亲希望小基耶萨可以获得稳定的上场时间。他或许会与佛罗伦萨完成续约，到时年薪将变为250万欧。本赛季到目前，他代表球队出战了2场比赛，打进1球并送出了1次助攻。北浪